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广东的凯伦。我在印尼有待过一段时间，但是我在广东拿了驾照以后一直没开过车。然后有一个朋友说有一个地方练车特别好，他说一定要带我来。我没想到来到以后是这么漂亮的杏园子，我感觉像是有种江南水乡的感觉，下面还有个湖，然后这个花全开了。大家都知道印尼有很多杏花，然后我觉得这里面你就可以把所有你想看的杏花都看个够，而且现在全开了，然后错开的有一些已经开始在掉花瓣，特别美特别美，还有粉的白的。我觉得大家如果在伊林市的话一定要来这个地方，我觉得好漂亮这里，而且根本不像是驾校，就你像去公园吗？那种山那花特别多，这里有多大呀？600亩啊，600亩地，真的可以好好逛一逛。嗯，今天车开一下，园子走一下，还有饭吃是不是？有饭吃哦，还可以住宿，还可以住宿。哎，这个是不是度假村呢？不是驾校了吗？咱们现在不是山上面的花没开吗？但是这一片就全开了，而且。我感觉练车咋不像练车了，在花海里面练车，就是在花海里面练车，而且咱们那个平常练车不是在城市里面吗？对，那个感觉其实不是很好，因为你不想要开车的时候压力很大。对，但是这里就很放松，你看有这么多花包围着你，你还想等什么？那如果杏子出来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吃杏子了？可以啊，而且杏花在九月的时候，秋天不是黄黄的叶子吗？哦，那个时候应该也很漂亮，一片金黄色的。哦，看到有教练的，我去逮着他，让他教我练练车。所有人都在擦车。他们是听着那个波导自己就开始开车了，是不是？我还没有体验到什么叫机器人教练。对啊，我还没有听说过有机器人教练。让这个帅哥介绍一下机器人教练，你怎么学的？这个机器人教练怎么学？接受不了，你也是刚学？你刚学？那你是在上车以后，他有一个系统告诉你要怎么做吗？对，他到定点位置上。哦，所以就没有说要人在车上教你，教练就不用了。对，这个机器人纯机器人。机器人就给你说了怎么？哦，太棒！就是一个有一个显示屏嘛，有个系统吧。然后大家都把车擦得干干净净。我觉得我一下信心又有了。哦，而且这里特别漂亮，就是很放松。因为咱们学车以前，我在瑞丽学车那个地方，环境不好，太困难了，害怕。哦，车走了。嗯。哦，要不要慢一点这个地方？啊，对，你不要动了啊，你啥都不动啊。嗯 啥也不动。嗯。慢一点点。对。没事，别紧张，放松啊！别紧张啊，放松，放松啊！人车合一。对，放松啊。嗯嗯。啊，漂亮吧？我、哦、天啊！漂亮吧？这就是误入花海中啊！学车。往左来一点。往左来一点。来一点啊、哦！哦。你从哪儿来？广东。哦。看杏花来了。对，我看杏花来的，本来不是要看野花吗？对。这回天气不好，野花还没开。嗯，但是呢，我听说这个地方可以看杏花，所以我来了。早上还看了那个抖音直播，然后搭上车就来了。欢迎你。哦，谢谢谢谢。这个我是拿了驾照，但是呢一直没开车。嗯，正好我看这个还可以练车吗？可以练，可以练。然后我就好好的超练超练，太久没开了，不熟悉。咱们现在。要踩一点，垫一点刹车吗？啊，刹车。好，停一下啊，停一下。前面有车，没事，没事。嗯，松刹车。松刹车。松。嗯，松。哦，他自己就起来了。啊，对。然后。这
这是我们新培的 C2 自动车，自动挡的啊 C2。可以吧，这是咱们科目二五项啊，现在我们进入的是 S 弯道 S 弯道啊，对，哦，回过去，一下子想起来了，啊，再回过来，哦，一下想起来了，再打过去一点，再打过去一点，按个喇叭，按个喇叭，喇叭，喇叭，喇叭在中间，有行人哦，行人，哎，回方向，回放，哎，对，走，没事，往左走吗？往左啊，对对对，打灯的是不是应该？对，要变向灯要打一下了。哦，想起来了。你不要紧张，这没事，你开的挺好的。这个因为太久没有开车了，但这个环境很让人放松，我就回灯哦。这个不用踩油吧？踩。踩吗？踩啊，踩点一点啊。上去的斜坡。那前面有人要慢一点，没事，我们要直走。哦，直直的走。啊，对。Okay, 你加一点油。加一点油。啊，对对对。好。啊，油门踏板再踩一下。踩一点。哎，对。广东好不好考，驾照？哎呦，广东太麻烦了。广东那个啥，一个是，不便宜啊，咱们那五千多六千。然后还有一个主要问题，时间太长了。时间太长了。就是因为人多嘛，排期特别麻烦。我一个朋友从前面到后面花了两年还没拿驾照，我自己花了三年。哎呦。一个是我没时间，第二是因为一次挂了以后，后面排队太麻烦了，而且我们那学车环境没有那么好，就是地方太小了。别说这个有没有花的，就是一个很对很破的地方。哎，你们这收费多少钱？小车 C 一是2443。哦，两千多。两千多。这个是啥？这是咱们摩托车。哦。考试场地。考试场地。啊，对。哦，这里还可以考摩托车。啊，对。哦，我还想考摩托车呢。欢迎你来。因为新疆很多地方我特别想自己开着车到处去转，现在就是还没有熟练，所以不敢上路。你来了练一练我们的模拟车，教练好，给我训练，教一下我。可以可以，熟悉熟悉，可以，没问题的。这个加油吗？加一点点啊。这个那个啥嘛，加一点油，加一点，感受一下嘛啊。哦哦，再加。啊，这个我就不担心了。啊，不担心，不要担心，教练坐到旁边。安全啊，对，安全。我刚刚还看到有一个机器人教练。机器人教练是啥？咱们机器人教练呢，就是咱们伊宁市唯一的一个，就咱们家校友。哦。那个呢，就是机器人给学员。哦。要沟通。哦。他要给学员指挥。指挥。学员呢，上车以后呢，就按那个机器人教学练车就行了。机器人呢给学员要提醒，在那停顿，在那打方向。哦，这是最那个啥的，最先进的。最先进的。就咱们家校友，就在我们伊犁汽车城永安驾校。哦。有这样子机器人教学。这个还挺新鲜的，我在内地都没听说过。咱们伊犁有。伊犁有。伊犁好吧？伊犁好，我特别喜欢伊犁，一年四季都美。谢谢，欢迎院科的朋友们来到伊犁汽车城驾校。对，伊犁特别漂亮，我都不想走了。这个来一点吗？这个、来，可以来一点。咱们这个是走，没事，咱们往右靠一些。往右靠一些。啊，对。把方向抓直。抓直。啊，对。加一点油，走。加一点油。啊，放松放松，不要害怕啊。感觉怎么样？哦，这个太好了，这个感觉。头一次开咱们自动挡的车了。对。嗯。我是这个车，这个状态很好嘛，让我有信心。对。而且看着这个花就会舒服，就没有太大的压力。对。因为我是还是害怕嘛，开车。害怕。但是今天我觉得环境特别好，也很放松。对。有鸟叫声。嗯。哦，还有那个花飘下来的。就是那个过弯道特别有意思，那个弯道里面进去，然后一个一个辆穿的那个林子里面看着花。对，谢谢你教练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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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。
我练车有点饿了，我再去吃饭去了。行，我把你带到我们职工餐厅吃饭去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好，哎，我喜欢新疆的饭。啊，行，那今天特意给你做一个，碎肉拌面是吧？我喜欢碎肉拌面。好。哦。还给你盖一个鸡蛋。奶茶有吗？盖个鸡蛋。盖个鸡蛋。那不是豪华了吗？啊，对，豪华。你远方来了吗？哦，谢谢。给你做个豪华碎肉拌面。哦，谢谢。新疆的美食啊。谢谢。太好了。好，不客气。好。真的饿了。上车啊。谢谢。